开箱一款六驱越野车，开箱。2.4的遥控器，车的贴纸、说明书和工具。拿出整车，尺寸63厘米。看看车头，非常霸气啊！前脸，路虎V4造型，6轴驱动。侧面，车尾还拖车钩的，还得带两个挡泥板。6轴驱动。再看看底盘，金属的大梁，金属的拉杆，金属的传动轴，橡胶轮胎，啊，6轴驱动。门桥通过性更强。这款车的转向和缓冲，防止舵机损坏。试驾减震，这个车速的非常细节。先把遥控器放4.5毫电池，然后这个是开关，打开。这个部位有个螺丝拧开，车就能打开。电池放电池仓，直接按上就卡住了。这个是电源，红对红，黑对黑，插上。前面有个开关，打开。转向，这个是高低速档位切换，控制这个的高低速档位。这个是前差速锁，前差速锁。这个是后差速锁。灯光，灯光非常漂亮。转向灯，向左转向，转向灯，向右转向。大灯可以关闭，开其他灯。非常的漂亮，经典。低速档，关入高速档。看前轮减震，后轮减震，姿态非常漂亮啊！喜欢的朋友，双击屏幕关注我，下一期介绍性能。